丢掉了，丢掉一半了啊！全丢掉了，你这样想啊。松开舌头，走。你要不要那个电风扇？没事。哎，对呀，共鸣在这儿啊。不要往里哦，就是从这儿出来的。里面不要看，就多了。走。的嘴型不太对，对，是吧？就这个嘴型啊，不是是吧？我也难受啊，是不是？走。好，我说了，上去的真假声的那个比例和下来真假声的比例实际上是不一样的。我知道。啊，都是一样的音阶啊，音都一样，一模一样，但上行和下行的你要调配，但是我们要从听觉上听起来是一样的。你为了听起来是一样的，你要做微调。对呀，就够了啊，就多了，听出来了吧？哎，走。结实点，丢掉一半，对，不要这嘴型也不对，字就不对了啊，走，对了，那个呜还可以再紧凑一点。太大了，共鸣都在，就是对的。再小一点，走。
不能呜带后面带太多了，呜轻巧一点啊，走。再卸一点哆咪，这个咪要再多卸一点胸腔，走。这个咪用得好，做得好，你看这个比例，我不说了吗？100%，50%没有了，全是头身了啊，走。胸声用多了以后，上头声就比较困难啊，就难受啊，能带着太沉重了，带上去少带一点就舒服了，走。嘴型不对了，圆的，走。走，不要躲，大胆一点，走。多了，多了，真声音多你就会累，而且不好听了啊，走。放掉一半的力气。走。不能用那么多真声。